前世为何事，今生为何生，什么是幻觉，什么又是真实，你的答案只有你自己才能找到。我好像出现幻觉。自早今年他把你从河里捞上来之后，你每次见到他都不留。阿隼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担心你，所以就偷偷的跟来了。我是来带你出去的。谢谢你陪我走了一整天。没什么好谢的，你我二人不需要说这些。你今天倒是出奇的安静，本以为你会像小时候一样不停的跟我发牢骚。我回不去长安了，哥哥让我远嫁草原。何其，怎么回事？我们都长大了。王陵的入口究竟在哪里？这是什么？永安公主此次和亲乃是义举，是为百姓为天下而嫁。永安接旨，没想到派了你来。此去国府难料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人有的时候是必须要面临选择的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，去一个他们不知道的地方。若是我走了，你要怎么承担？好，一起走。阿隼，你为何不来找我？你去了哪里？你反反复复的梦到这同一个人，这很有可能是你心海深处的。你是谁？记忆释放。你认得我吗？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梦境虽然看似玄妙无常，其实却能阐释现实。这件事吧，应该是在讲什么故事吧？这上面到底写的什么呀？长生不老药虽然可以长生，但有极其严重的副作用，服药之人千年后才可以苏醒。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。阿隼哥哥，这必定是你前世的缘分。回想当初一起玩闹的日子，真是如梦一般。往后无论如何，我会保护你。你说过，以后只要你需要，就吹响这个，我会替你打鸟，保护你长大。无奈永安公主，你别装了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真的是公主。这世界上真的存在长生不老药这种东西吗？有家人的地方是家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心安点的地方也一样是家。你又要干什么？我只是想把这个给解开。你看我绣的小兔是绿色的眼睛，因为兔子眼里是草地呀。有没有见过这女的？你这是要抓我？别怕，我来了。从小我就喜欢你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就觉得特别的踏实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们就成亲了。放开他，我让你们放开他。我看你胆子是越来越大。放了他，我答应你。你敢？你放了他。回宫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绣的小兔是绿色的眼睛，因为兔子眼里是草地呀、啊、那是一片自由。我也想要自由。我去见他。不知最近他过得好不好。你说什么？从一开始就在骗我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他本可以好好活着。你是哪？你不是吗？我想到了一些。他怎么了？长公主已经病入膏肓，时日不多了，她不可能这么容易丢了性命。我去见她，希望人能保护好你。我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你要能保住性命。是。如今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服下此药，再有一千年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把阿隼哥哥当作是英雄。我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情。我已经不再是那爱哭的小兔了。是我，
阿苏，我回来了，我来接你回去。现在你的心里有答案了。哥哥，想起了什么？我想到小的时候，永安公主乃宫女所出，生性柔弱，为帝所不喜。既然被你发现了，就更不可能放你走了。我心情不好，陪我出去走一走。跪下，可知错？别打了，你别打了。你哭了，是不是很疼啊？我知道，在这世上有一个人永远不会放弃我的。我们都要好好的活下去。阿苏哥哥，我喜欢你。我带你走。愿意让我做你并肩同行的人吗？若不是因为我……你忘记你说过的那些话了？再难也不能轻言放弃。不要打了，我答应了。回去。我看中的女子，就是会爱她、保护她、照顾她一辈子，只愿她做她想做的事。你进来吧。生日快乐。情之所钟者，不惧生，不惧死，世间万物唯情不死。